係《獅子山下》，係我咧最中意嘅一首歌嚟嘅，因為咧佢就表達到香港人啦，同周夢仔一齊去努力去創造一啲歷史。咁咧，但我覺得咧，除咗係香港人即係共同嘅一首歌之外咧，佢亦都係表達咗愛啦、團結啦同埋合作嘅精神嘅。就好似今日呢個廣播青年呢個活動咁樣啦，我覺得呢首歌咧都可以送俾每一位嘅。因為佢係代表咗人與人之間嘅互助互愛。所以咧，就希望咧，大家都可以咧感受到呢首歌俾你哋嘅力量啦。多謝。